大家好，我是姚早早。你们喜欢吃南瓜吗？南瓜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同时可以促进消化，增强体质。当医生的老公啊，经常让我买来吃。今天做了一个超级丰盛的南瓜派，无糖无油，卡路里啊超级低，鲜香软如，非常好吃。减肥的朋友可以直接用这个来代替主食，既可以解馋，也可以有很好的减脂瘦身效果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学起来。首先，南瓜蒸熟之后，加入燕麦、咸蛋黄，然后把食材碾压搅拌均匀。烤盘里铺上一层油纸，然后先铺上一层南瓜燕麦泥，接着铺上一层肉松，减脂的朋友就可以不放肉松或者少放一点。最后再铺上一层南瓜燕麦泥。然后把这个烤盘送进烤箱，190度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南瓜派从烤箱出炉的时候，整个屋子都飘满了一阵咸蛋黄香。烤好的南瓜派可以撒上一些椰蓉作为装饰，一口下去就咬到了咸蛋黄和肉松，简直太赞了。混合了甜乳的南瓜和咸香的咸蛋黄，这个南瓜派绝对能够刷新你对南瓜的印象。